在今年的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创作和录制过程当中，总台技术局配合节目使用 AI 技术辅助节目的制作，在艺术文化还有情感等多个层面上呢，运用 AI 技术展现总台中秋晚会的深意内涵。例如呢，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，将 AI 与文物相结合，共同为节目讲故事。我们整个转播车是一个全 4K 的转播车，然后在除了在 4K 摄像机的同时，我们还加入了 8K 的摄像机，然后也许可能最后大家能在 8K 的那个大屏上去看到我们这个晚会的一个呈现。